那我自从发现了古堡有出这个果然有效的足底霜，它呢就是用果酸，然后做一些舒缓的去角质，你每一天在擦就跟当乳液一样擦，慢慢的它就会把你那些角质层的代谢，因为我们人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我们的肌肤代谢状况会慢慢变慢，这时候需要一些外力的商品来协助让你的肌肤去焕然一新，而它擦起来呢擦在脚底哦，完全不会闷，很快就吸收，而且我自己的足底的那一个角质其实是连医生都说很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外力，你必须要用开刀整个把它的那个茧给去掉的，但我在使用这一瓶之后，它至少让我的那个硬度改善了非常多，我在走路起来的时候也相对的很舒服，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在你夏天的时候想要穿凉鞋的时候，穿丝袜的时候，不想要再被自己的脚皮给割破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是那些劳动工作者，你这一些手肘、膝盖，甚至是手上有很多茧的朋友，你都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它绝对可以改善你这一些状况。